日本政客的涉台言论是极其荒谬的，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我们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，就把地理邻近作为一个主要借口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日本竟然还有一股势力鼓吹这一逻辑，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，我们要对此表示高度警惕。尤其在台湾问题上，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，更应谨言慎行。日方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